看一下哈，兄弟们看一下哈，赶紧处理这个六条网、二十五网哈。第一条，上边是仅三指，下边是仅两指啊，用的是穿心坠，看到吗？穿心坠哈，绑的，纯手工的哈。哎，这个钓好都高度是5.4米，全网的重量啊10.5斤，380包油，这一条哈，买的时候850，现在380包油。这一条是四指啊，双扣，钓好都4.5米，全网的重量啊得要9.3斤啊，4.6米高哈，360包油，现到现得哈。这条是两指钓好都3.4米啊，两指钓好都3.4米，全网的重量啊7.6斤啊，大绑坠，穿心坠。大绑坠啊，这一条哈，260包邮，都是手工的哈。这一条是三指钓都4米，全网的重量啊得要达到了10.7斤。上边用的是3号线，都下边是用的4号线啊，加重了啊。这一条哈，看一看哈，350包邮。这一条是上边进口绞丝线，下边是大力马线兜，这个全网的重量啊达到是8.8斤。这一条是280包邮，钓好都高度4米哈。280包邮。这一条是三指钓好都5.2米到5.3米左右，全网的重量8.8斤，60个兜，看到吗？小坠子哈，小坠子，不穿兜不挂网，好用好撒，一开到顶的也是哈。这个处理的价格呀、是280，全网重量8.8斤，60个兜的哈。有喜欢的哈，赶紧联系一下。我把这样号码啊打在公屏上，有喜欢的抓紧哈，就这几条。来，再来一网，漂亮！有跳啊！有抓网啊！抓网，抓网啊！看看这网能赢，又是几条啊？有货啊，这网那肯定有了吧，这都摆在面前给你撬了，是不是？就看有几条了，是不是？哎呀可以哦，这一网有大的啊，大的大罗非，还有白莲，还有行不行？好吧，渔网行不行啊？现场来就没事，是不是？这一网不错啊，是不是？这一网又爆网了啊。来，把鱼放出来啊，看一下鱼怎么出来的。不能跑啊！来，鲮鱼还有，可以吧，老板？罗非。